林小曼，啊，昨天晚上你住哪儿？保密局宿舍。你撒谎！我了解过。你昨天晚上根本就不在。说，昨天晚上你去哪了？我没撒谎。你是不是跟吴君生在一起？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没在一起？那你去哪儿？ 你非问这个干嘛呀？我的想法是，一旦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我部立刻后退，给解放军让出60华里的阵线。一团，到！你们占领九华山，控制南京的制高点。是。二团，到！你们占领火车站和飞机场，要切断南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是。三团，在！你们机动形势配合解放军的渡江战役。 是，林小曼，我劝你还是好好的跟我合作。你是不是还有事情在瞒着我？没有。我现在劝你好好的跟我合作。我告诉你，我们怀疑吴君生就是潜伏在302师的卧底，不说是吧？好。 来人，给我把这个特务卧底拉出去毙了！我说，昨天晚上我是跟吴俊生在一起。你们是不是去找孙立德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去哪儿了？说。我们昨天去了福昌饭店，在那儿喝了酒。 然后在那儿过了一夜。你撒谎！我没有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你可以去福昌饭店打听打听。你跟吴君生什么关系？我跟他没关系，他就是个流氓，他整天打我主意，我不同意他就拿枪逼我，昨天他把我灌醉了，然后就……行了行了，这些话我不想听。我现在想问的是，你跟吴君生。 是不是一起配合在302师搞窃听？是不是？啊，我谈谈我的想法。刚才呢，师座就起义做出的部署，从军事的角度上看非常合理，但是我觉得我师应该出一个团的兵力攻占总统府。 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各位的名字也会因此永久载入史册。吴主任，你的胃口也太大了吧！攻占总统府，这不是和解放军抢功吗？我觉得吴主任说的挺好的，闹兵变呢就得轰轰烈烈，攻占总统府那是一个标志，也是我们一生的自豪，懂吗？也是啊。 到时候，总统府肯定有重兵把守，拔下这颗钉子，也好显示我们的起义部队的军威和战斗力了。对呀，如果我们攻占了总统府，那是何等的功劳啊！将来我们加入了解放军，那谁都得高看我们一眼呢。到那个时候，在座的诸位都要加官进爵啊！是啊，是啊。 林小曼，我检查了那套录音设备，我发现它是用过的，里面的录音内容我也听过了。现在告诉我，谁在配合你？说不说？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耗，说。是吴君生。吴君生。
他就是国防部安排在新编302师的保密局内线。对，你的任务是什么？监视高峰，防止共党策反。那那套录音设备，你们是放在哪的？穆俊生的宿舍里。昨天在你们离开之前，一直都放在宿舍里吗？对。后来师部搜查，录音机是在草丛里发现的。你们已经不在师部了。谁？是谁在配合你们行动？是不是？是是。你这臭女人，你给我说。黄一彪。我。好，如果诸位没什么意见，我们的计划就这么制定了。是啊，如果通过了就不能反悔了啊。所以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写到这份计划上。有没有意见？对，从今天开始，我们兄弟就同舟共济，同生共死了。好，我先签。好，师长先来。今天是我们弃暗投明的特殊日子，我已经吩咐伙房准备了酒菜。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们一起喝一杯庆祝一下，怎么样？好，对，好，好，我们是应该庆祝一下。是，那我就去给后勤处打电话了啊。好，你快去，去吧。我不知道他真不禁打。你们是一伙的？不不不不，李中校，您误会了，我们怎么？电话。黄一彪，你马上去接电话，不管谁打来的，只许说一个是字。去。走。喂，喂，我是政训处吴军生，我的会开完了，你们可以过来了。是。谁打来的电话？是政训处的吴主任从师部打来的。什么事？他叫我们到师部去一趟。我们还有谁？哦不，就叫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你们要攻打师部？把他枪给我卸了。黄一彪，你最好给我老实点。现在叫你的人进来。来人，传我的命令，附近发现敌情，一排二排士兵立刻跑步到沿江路东五公里处待命。是。三排执行士兵立刻到师部大门外建立临时防御阵地。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是。军生，
啊，你这电话打完了没啊？菜什么时候到呀？啊，我再催一催。集合，快点，集合了，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向前看。加油转走不走不许进电话打完了啊打完了他马上就来第三排集合快抓住他有空打怎么回事给我顶住其他弟兄跟我抓光胆去马龙苗姐威廉准备战斗请务必快走走走走Thank you.
文龙，你看。汤总司令，我是国防部值班室军官，我们接到紧急通报，新编302师师部凌晨1点左右发生小规模战斗，双方交火原因不明，初步判断有可能是部分军官发动兵变。这边局面已经控制住了，我们去把林小曼带来。王一彪呢？不知道。王一彪呢？我去找他。你们几个，赶紧回驻地，有人问起来，千万别说今天开会的事情。石佐，还是让我们留下吧。不是说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师祖，我们在起义计划书上签了字，就是要同生共死的。就是啊，那份起义计划书太乱了，不知道放在哪儿了。一会儿我再找找。你们几个赶紧回去，千万要稳定军心，知道吗？是。是。把他们都带走。林小曼带来了，把她带到师部，不许任何人接触。林妹，这次多亏你把警卫连两个排的士兵调走，要不然我们性命难保。别这么说，其实这次多亏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要不然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哦，对了，吴京生呢？他去找黄一彪了。找黄一彪？好，我们会积极配合汤司令的行动。知道了。孙立德，我是胡一夫。我问你有没有什么情况需要向我报告啊？那好，我向你汇报一件事情：新302师兵变，你知道吧？你不用给我解释，你给我听着。你现在马上和沪宁杭警备取得联系，要积极配合他们行动。一彪，主任，主任，快救我呀！一彪，你是个非常忠诚的人，我很喜欢你的忠诚，我也很欣赏你的忠诚。仅仅为了这一份忠诚，所以我要处决你。主任，你该殉职。吴京生，别动，别动！你被捕了。你们是不是有些误会啊？这个黄一彪率领警卫连叛变，我把他击毙了。你少废话。走，走，快走！我们走。高师长，他刚打死黄一彪，企图杀人灭口。不会吧？你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这个黄一彪负隅顽抗，我才击毙了他。林小曼已经招供了。吴京生就是保密局的特工，林小曼、黄一彪都是他的手下。搜他的身。组长。局长，这名单怎么在你身上？我也不知道是谁塞在我口袋里。你还想狡辩？带下去严加审问。师座，他说话你就信？押下去。走。马龙，上面很快会派人来查此次交火的事情，先审林小曼再做决定。好。林小曼，你把刚才对我说的话再跟高师长还有吴参谋长说一遍。我害怕。怕什么？我刚才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晕了。黄一彪是因为怕你说出他的名字才把你打晕的，我们不会这么做，相信我们。林小曼，你把事实说出来，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我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可以保证保密局是找不到你的。你真的会帮我吗？只要你说实话。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我说，我什么都说。高峰，马龙，昨天夜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要从实交代。
组长。哟，是嫂子。吴君生，你卖友求荣不觉得惭愧吗？哎，嫂子，我吴君生是一个忠于党国的军人。高峰、马龙，甚至可能还有你，背叛投敌。所以我也是不得已才对他们采取行动的。可是你失败了。报告军长，我是政训处主任吴君生，伙同警卫连的黄一彪企图叛乱，现在吴君生在押，黄一彪当场被击毙。请问高师长，我局调到你们这儿的林小曼，他人呢？昨天的情况很混乱，很多人失踪了，林小曼也在其中。失踪了？高师长，林小曼是非战务人员，怎么可能失踪呢？我请求高师长现在就查一下她的下落。孙科长，昨天夜里这种混乱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失踪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查清楚这件事上。高峰、马龙，你们说是吴君生策划密谋了这场哗变？是。是他指使警卫连参与哗变的是吗？没错。那吴君生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你们克扣军饷了，还是虐待士兵了？报告军长，吴君生他是要背叛党国，投靠共军。什么？有这么严重？林局长，他的话不可信。吴君生是被你们诬陷的，你们纯属是恶人先告状，反咬人家一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吴君生攻占我师部，证据确凿。什么叫反咬一口？你的意思是我也是共产党？没错，吴君生忠于党国，我可以作保。要不是你跟马参谋长想投共，他怎么可能调动警卫连包围你们师部呢？孙立德，你一个小小的南京站科长，凭什么到我们野战部队指手画脚啊？马龙，你说话注意点。行了行了行了，投靠共军那是犯下了杀无赦的叛国罪。现在林小曼就在我们手上，你也成了阶下囚。是是是，但是我相信国防部警备区会派人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孙科长，有证据吗？我当然有证据。这就是高峰和马龙投敌叛国的铁证。是你率部哗变，带兵包围新编302师师部，还是你叛变投敌？你说什么？你说是我率部哗变？这就叫证据啊？就一张纸？当然，这是吴君生亲手写下让林小曼转交给我的，这不是证据这是什么？吴君生，现在你的命在我手上，我劝你什么话都要想清楚再说，否则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第一个拿你来记起。高峰，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你们得给我解释一下。军座，情况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您想想看，吴君生投敌叛国，我成了他最大的敌人，我是他的绊脚石，他得把我除掉。所以呢，他上保密局那边反咬我一口，这位孙科长不明就里，上当了。一张小小的纸条就说我们是共产党，那我试问一下，如果上面写着李军长，
那李军长也是共产党喽？马参谋长，你说话注意点。我就把话说白了吧，吴军生是我发展的内线，林小曼是我派到这里的特工人员，就是为了监视你们一举一动的。孙立德，你在我野战部队里安插特务，也不跟我汇报一声，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军长放在眼里了吧。李军长，您千万别生气，不过我们保密局是有特权的，在无节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秘密活动，哼，如果是这些活动有什么结果的话会向您汇报的。哼，就凭这张纸条就能证明你们秘密行动有结果了？李军长，单凭这张纸条，我现在就可以带高峰和马龙去我们保密局调查。孙立德，栽赃陷害，凭这一点我可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你敢？孙立德，除了这张纸条你还能拿出什么证据？暂时没有其他证据了。哼，那就请你安静一会儿，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高峰，马龙，你们说吴军生策划谋反，你们有证据吗？军座，那个林小曼在我师部装了窃听器，监视高官的言行，恰巧录下了吴军生的一段话，这段话暴露了吴军生的狼子野心。录音在吗？在，拿出来放。我们当众播放，我倒要听听。李军长，我觉得播放这种录音的话还是小范围的好。这个范围已经够小的了啊！你们保密局在我的野战部队里搞窃听，你们想搞什么名堂啊？放。既然形势已经明朗化了，国民党败数已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与解放军接触，赶紧制定一个？吴主任，你说什么呢？跟共军接触什么意思？难道你想临阵脱逃，投降共军吗？军生，我告诉你，我新编302师，不惜战成一兵一卒，也绝不让共军过江。孙立德，这录音你听到了吧？啊，这是你们指示他录音的吧？录音是我们保密局常用的手段。好啊，录得好啊，你有什么感想啊？这段录音吴军生确实说了他不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拿着这个录音回我们保密局进行技术分析。你说什么？你们保密局净干这种偷鸡摸狗鬼鬼祟祟的事情，哼，现在铁证如山了，你小子还要拿它去做什么技术分析？你到底想干什么？孙科长，这段录音不但证明了吴军生想要投敌的打算，而且还还了我和高师长的清白。对了，孙科长，我有个疑问啊，现在是你把吴军生争取到保密局呢，还是吴军生把你争取进入共产党啊？你，我直接怀疑你配合吴军生想摧毁我长江防线，你现在投靠了共产党。你血口喷人，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说我成了共党分子了。共产党可是无孔不入啊，你就敢保证保密局是块铁板子？况且吴军生潜入我军，暗中为共产党效力，你们就是一伙的。我告诉你们，我孙立德为党国效忠20多年，如果你们不信我的话，现在就可以把我枪决。得得得得得得得，孙立德，你就不要在这里赌咒发誓了。吴军生唆使警卫连哗变在先，引诱他们投共在后，证据确凿，应该立即把他送交军事法庭。等等，李军长，我请求把吴军生带过来，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审一下他。好，我就让你心服口服。带吴军生。啊，走。
顾君生，你唆使警卫连哗变，带领人马占领师部，这是你干的吗？我再问你，是谁在背后指使你这么干的？保密局孙科长。你和孙科长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我受孙科长的委托，到新编302师调查隐藏的共党分子。你查出来了吗？没有。那这张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吴学生，吴主任，这是你亲手写的吧？上面写着高峰和马龙要叛变，怎么在李军长的面前你就能改口了呢？吴俊生，你说高峰、马龙投靠共党，有证据吗？没有。俊生啊，你跟我还有马龙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背叛党国，我们待你不薄，你现在还伙同保密局的人想栽赃嫁祸，想置我于死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请你告诉我。哎，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吞吞吐吐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李军长，吴军生就是共党分子，他不择手段想谋害我和高师长，并且想篡夺302师的军权。胡说！马龙，你这是混淆黑白。我混淆黑白？你有多少次想策反我和高师长，这不算哗变吗？好，你有证据吗？证据什么？你听这段录音算不算证据？既然形势已经明朗化了，国民党败诉已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与解放军接触，赶紧制定一个？吴军生，这个录音你听到了，你的话和高峰他们的话都在里边，你怎么还能自圆其说？李军长，他们这是诬陷我吴军生，一直对党国忠心不二。忠心不二？那这些话你怎么解释？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引诱他们，不，我是为了试探他们。引诱也好，试探也好，我们有没有中你的圈套呀？李军长，我请求国防部保密局审查。李军长，我请求批准吴军生的要求，让我们把他带走。不可能。吴军生唆使警卫连哗变，引诱他们俩投靠共产党，这都是证据确凿的，应该送交军事法庭。你和他关系暧昧，我还要查你呢。李局长，来人，把吴军生带走。是，走。